贝贝啊，一八咚咚咚，哎，我们要出门了，拜拜。Hello， 今天是一个郊游的日子，我们要去大溪去慈湖去吃豆干了，走喽。哦，最近真的很累，我们都在准备那个网络剧。恐龙，贝贝龙，对，太累了，所以我们要终于有时间去散心了。上一次去散心已经是就是淡水跟九族，哎，我跟你讲，最近每一次散心我们都有拍下来哦。好了，走喽。老婆，我觉得你会喜欢这里。我也觉得我会喜欢。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？不太知道，但刚刚知道。是哪里？是慈湖，大溪慈湖。对哦，走吃饭。哦、很漂亮。哦，好。我刚刚经过一路，我觉得天啊，这是国外吗？就是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。Hello， 我们要吃东西了哦。看一下这里。古色古香。喂，你要吃什么吗？我喜欢这里的 style， 那种古色古香的感觉。而且我们最近吃素。最近开始在吃素食，因为最近快要那个《亲爱的天王星》快要开拍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是吃一些就是没有血的食物。那如果可以的话，我都是尽量吃素食。这些素食你喜欢吗？好吃哦。对，所以但我们其实也觉得吃素食带来生活蛮多的，那叫什么舒服的感觉吗？会比较轻松。对。就是其实是真的蛮好吃的，我觉得大家有时候也是可以，如果觉得自己身体感觉比较沉重嘛，或者说比较负担的时候，都可以试试看吃素食。你看宝宝是不是吃得很开心？但他现在在吃咸盘，哦，你好可爱哦。嗯，这很好吃，吃一口。它是豆干。豆干？嗯，豆干，就是豆干。嗯，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嗯。我真的很喜欢这家店，还有它的整个氛围，超爱。好了，我要继续吃了，我们待会要去附近走走。这杜牧民很生气，求和的话，请接受吧。嗯，奥嘟嘟也很美，接受吧，拜托你。请接受吧，不要滑呀，好吧。吃完饭了，去散步，好吗？好，走。哦，这是什么？总统蒋公纪念堂，进去看看吧。走了，拍照，我好尴尬哦。好漂亮哦！我说兔宝啦。你也很漂亮。不准那个姿势。怎么样？你刚刚那个很讨厌。
这个不行，这很丑，很讨厌，很讨厌的可以。有什么吗？那感觉厕所，感觉就很像那种浪漫的小巷子，然后可以发生一些不可言喻的小事情，就是以前那个年代，然后扎到巷子里，然后去。那你要跟我 ra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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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可以啊。那我们来 ra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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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ap。Hello, hello, hello。老狼，啊，快跟上啊！你摸肚子？对呀，摸你肚子。这后面好漂亮哦。我是后面。漂亮的建筑。后面。老狼，给我亲个吧。这风景很好呢，这好漂亮哦。那我帮你拍。好，兔兔要带我们去哪里？里面现在的展览我没有兴趣，所以我们就在外面看看就好了。好，这里好漂亮哦，快点拍。我已经在拍了啦。对啊，有，你好漂亮哦。Hello， 宝宝狼。Hello。喜欢今天的小旅程吗？就我们今天的旅程真的很小，可是又是我们长久太久以来没有出来玩的。难得的放松，对，所以就是很谢谢有今天。然后我觉得大溪真的很漂亮，不错，喜欢。下次再来好吗？我喜欢今天的餐厅。好，今天就是个小约会，然后放松心灵的一个小旅程。你有放松你的心灵吗？有吗？有哦。有约会吗？有哦。有哦。好喽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拜拜。想要说拜拜哟。Thank you.